撒点快乐的盐吧，倒点开心的酱油，加上好听的豆芽菜，切一盘新鲜的牛子肉丝，丢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哇哦，这东西能吃吗？它当然不是吃的，它是听的，它是十九点强强棍。哦，香哟，好听。19:14:30，欢迎来到十九点强棍，我是强哥赵强，今天节目开始了。现在听到的是德国的乐团 Real McCoy， 真实麦考伊，1995年的歌 Love and Devotion。Love and Devotion， 翻译成中文叫什么？爱与奉献。哎，最近强哥看到了一个很知名的李开复博士，在他的脸书上分享了一张图，图上面呢写了一个字，他一个匾额了哈，那上面写了四个字。那爸爸们呢，通常从左边念叫太太怕我，爸爸这样就很开心了。那妈妈呢，可能会从右边念，就变成我怕太太。哎，妈妈们看着也开心，你看到没有？一样的字，哎，也许我们每个人看的角度方向，哎，不太一样，得到的心情意境也变得不一样。总之，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爱的人，当然要爱与奉献呢。礼拜四强哥会小盖先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强哥就化身凤凰基金会的老皮，邀请到各种不一样又很厉害的马盖先来跟大家来聊聊跟地球啊科学有关的有趣知识。因为强哥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流行啊，很多东西很快速啊，迅速资讯也就哗一下就来了，我很容易听了就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有时候还看什么懒人包，就如果他错的话，大家都已经被包在里面了，就缺少对于证据啊，还有求证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科学的精神就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可见，唤起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百战天龙马盖先对科学求证，科学知识多加运用。那今天，我们老皮强再度请到大家的老朋友东盖先，动物达人东东姐姐来到节目当中。大家好，东东姐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东东姐姐真的是个传奇人物哈，真的是很传奇。而且呢，我觉得有就是对于这个，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动物啦，或者是喜欢研究啦，我就是实际去办活动啦，或者参与啦，或者是去照顾啦，可能就不见得对于著述就写书啦著作，有这个心静得下来。可能有些人呢很静的心去写这些东西，但是你要去实际去操作，他觉得哎呦好麻烦好累。你很厉害，允文允武，动静皆宜哦。对呀，你看我昨天前天去了东引回来嘞。你跑到国之北疆？为什么跑到东引去？我去演讲，然后对小朋友讲，然后对他们的老师讲，然后就其实东引国小就学生46个人，然后他们每一个岛上一个国小这样。
然后可是因为他们风太强，好几天都没有船了，所以他们主任一咬就是咬着牙让我坐直升机从南竿到东引。哇，咬着牙。对，因为一下子那个船票钱跟直升机票钱差很多啊。当然。哦，但是你好不容易去，你总不能让小朋友失望嘛。就是啊，所以就去对他们讲，然后顺便就帮朋友放了那个野望影展的纪录片，然后就是演讲两场，然后附赠一场影展，这样。哇，多好，多棒！嗯，而且如果让你选择，你会喜欢坐船还是坐直升机？我没有坐过直升机，所以还蛮喜欢直升机。因为你要是坐船的话，从南竿到东引大概是3小时到4小时，然后坐直升机是20到25分钟。时间还是蛮重要的。时间很重要，所以那个时间真的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讲时间啊，这个今天时间啊，我们，哎，我想请各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你什么事情啊？你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最近身边好多人跟我讲说，哇，2016年过得特别快。对，因为现在已经11月了，好可怕啊！我计划还没有做。对对，人家说2016年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对强哥来说，其实过去这些年呢，时间过得都差不多这么快。上半年一个戏，下半年一个戏。啊，哎，你看看，我们刚刚完成了这个《我的妈妈是薛丁山》，现在我已经准备2017年上半年的戏。你根本就咻一下，这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但是呢，其实。事实上呢，也随着我们的生活的步调越来越快，嗯，很多的新闻也是一样，对不对？一下子上个礼拜谁在打谁啦，这个礼拜谁又被谁打了，然后下个礼拜谁可能会被谁打，我们看的时候一下，哇，好多人在讨论，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打电话进来。今天我们来聊时间，因为我们要介绍一本书啊，我们透过这本书让我们来感觉一下时间，我们一年的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对，对不对？因为你在忙，比如说东东姐姐在忙写一本书或者写几本，你现在有没有算过你一年写几本书，译几本书啊？你有没有？我今年的话，因为今年大部分都是绘本，所以我今年出了一本写的跟17本译的。哇！大部分都是绘本，是绘本比较快。好恐怖啊！17本啊！翻译的。你说你翻译很快，你说你问我们身边，我翻译没有很快。我们的大朋友，你看看你一年你有没有看到17本书？他一年翻17本书哎，对，我的都比较薄，可是我很多那种专职译者朋友，他们译的都是很厚的东西。只是我译的大概都是跟我学的是一样的，都是动物为主，动物那其他的人大概他们什么都译这样。其他的人什么都译，就是专职译者，就是他们其实来者不拒都会翻译。然后我的就是因为我只会动物啊，就只译动物。其实不是只为动物而已啊，这个动物哈、啊、里面一定有很多专有名词。对，我有的时候为了查那些专有名词，我一个晚上只能译20个字，因为那些名字查不到，要一直查，一直查，一直查。对对对，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许中文从来没有过那个字。对，所以就是要从英文、从日文、从它的拉丁学名，然后去查。查不到的话，就要开始看拉丁文那个意思是什么，然后再看那个动物或是植物的外形，然后去想说，好，那我把它自己去编它的名字出来，然后到最后再去跟出版社说，要请研究那个领域的专家去审，说我编出来的这个中文名是不是切。在我们进入到今天这本书之前，刚才我们东东姐姐讲的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外国人、外国的作者、科学家，他们研究出，比如说某某什么植物，尤其是某某动物，可是呢，在华人世界根本没有人翻过这个字。对，所以他可能要去找别的国家。可能别的国家也不见得有，于是他就要找回。那为什么要找拉丁文？因为所有的生物的学名都是拉丁文，就是、因为你每一个国家叫一个动物或是植物的名字是用自己的国家的名称去叫它，那其他的国家的人就不晓得。那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是世界共通的，那它就是拉丁文。那所以我们平常在很多人会讲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其实它是错的，因为自然界里面的
物种的话，它是一个种一个种，然后人工培育的才是一个品种。所以我们大象它是一个物种，它不是一个品种。哎呦，你看又学到了，又学到了。所以它就等于像我们小的时候学什么界门纲目科属种，对对对，就是这个。然后一路找回来，一直找回来，找回来以后它是属于什么种的？对，那这个种的同样的一定有翻成中文的，对，然后拿那个中文再来比对它的外形，对不对？它是长毛猪，对吧？或是对不对？不过长毛跟猪跟短毛猪搞不好是品种，因为他们有可能是人工培育的。哦，培育的哦，还有又有差哇，所以你看搞一个晚上可能只能翻20个字，而且还不一定是对的，因为你还要请人家帮你审。哎呦哇，你看看，所以说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大家看这些绘本书啊，或者这些科学书，你不要以为人家很容易的，人家都花了多少精神读多少书，有在这个领域中间专业才行的啊。所以你说，哎呀，看本书时间好快，可是他也许你要去翻译这本书，时间好慢。对，要花很久的时间。时间是相对的，对你来说是很快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度日如年，对你来说是度日如年很痛苦要过的事，可对别人来说，哎呀，乐此不疲。有些人看的强哥的戏，觉得哇，这个戏怎么这么好看，怎么一下就演完了？不喜欢看强哥的戏，说搞什么东西，讲半天怎么还没演完啊？所以这个东西时间是有的时候是相对的。对。对不对？好，我们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打电话进来。在时间的相对里面，你觉得做什么事情速度会特别快？比如说我觉得吃饭，我每次就吃完了，或者我觉得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比如说我跟同学们一起玩游戏时间过得特别快，比如说我觉得寒假暑假时间过得特别快，比如说我们出国玩耍时间过得特别快，比如说听19点强人棍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什么度日如年啊。欢迎各位打电话83693398啊。不过讲到时间这个东西啊，也许真的没有人会打电话进来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时间的观念啊，在一个都市里面搞久了没有观念，对，没有感觉了。对，可是像我们今天这本书叫《一秒大惊奇》，它其实要告诉大家说，你可能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说，其实一秒钟里面可以做好多事情。好可怕，我翻开第一页就吓一跳。比如说他那个蜂鸟，那个像蜜蜂一样的那个，对对对，就很小只，可以停在空中这样子，对对对，倒退的那个，对。嗨，蜂鸟它拍那个翅膀啊，小朋友你猜猜看，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秒它可以拍几下？等会打电话我们都来可以问一下，好不好？我还以为这是要留在最后面哦，真的、啊、这一题，好，那就先不要讲，那我们再说，还有一个，哦，这个大家都讲，这本书介绍的时候就叫。那个啄木鸟，叩叩叩，不是啄那个树找那个虫吃吗？对啊，叩叩叩，它一秒钟可以敲几下，然后更可怕。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很常还会有人要问他说：“哎，啄木鸟这样去啄树的时候，它怎么不会脑震荡？”对对对对，很有意思、啊。所以就会有人真的去研究这个，或者是研究说为什么那个长颈鹿低头喝水再抬起来，为什么不会得高血压？我笨鸟充血。这本书就开启了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对于我们身边时间这件事情的好奇心和感觉。83693398，哟，现在全线满了，可见大家对于时间还蛮有感觉。曹爸爸你好。哎，晨晨哥哥好。哎，还有我们东东姐姐。哎呀，东东姐姐好。你好。曹爸爸来告诉我，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时间过得特别快？养小孩。我还以为是很慢的。他说东养西养就这么大了，时间过好快。你小孩养到几岁了现在？高三了、养小动物，小狗小猫，后来就养两个小孩，就养到那你这两个小孩、啊、这两个小孩你觉得你自己感觉现在高三、你自己感觉如果说叫你突然自己、你觉得你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把他养到高三的感觉？哎，不，哎，莫名其妙嘞！真的吗？对啊，就一下子就长大了哦。哎，对啊，就很快啊，但是又有一种感觉是很慢。因为我是住辛亥隧道这边哈、是。啊，天天都过辛亥隧道出去。是是是。回来辛亥隧道回来。是是。然后那有一天我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就回忆到说，我17岁的时候跟人家骑那个野狼经过。哦，都一样哎、啊，都一样哈、因为那边也没有改变太多嘛。隧道好像老教授讲啊，看山看水看天地，
时间就是这样子嘞，就过去了哦。这没有了几千年、几万年，但是看得到、啊、就这样子这样。啊，这真是不会讲这个时间的快跟慢哦。哎呀，真的是，你是怎样了？到了秋天了，就是到了秋天的内心，你就是看着小孩子就好快啊，看着山水就好慢呢。了解了，好的，啊啊，谢谢赵爸爸，好感动哈、哦，你看看。啊，看着自己的孩子一下长大，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但山水悠悠，天地悠悠，又觉得好像时间都停留在那里啊，是不是？你看人就是有这种感怀，这种感情就是人类世界美妙的地方，也是文学还有各种研究推动的动力嘛。嗯，对不对？对呀、啊。哦，像我们东东姐姐就觉得她爸爸是研究的，她也跟着对这方面研究很有兴趣。我妹妹就没有，我妹研究心理学，还有对动物没兴趣。所以其实你说心理学跟动物当然跟人有关系啊。她研究人啊、哦，但我跟我爸对人没兴趣、啊。很有意思。来接秋雨月，秋雨月你好。强哥好，东东姐姐好。你好。秋明月，什么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下课的时候过得很快。好棒，上课很慢，对不对？好棒哦，真的，我也有这种感觉。以前下课十分钟，不是有十分钟吗？才刚跑出去，球还没拿到，又得回去。好有趣，对耶。好，谢谢秋明月，拜拜。拜拜。哎呀，这个很有意思。那这本书其实也提供了很多这个时间上的观念。还有我可以，你觉得像那个豹子啊，猎豹、一秒之内就可以全速冲刺，对、啊，它而且它速度非常的快啊。对，然后它是包含启动在内，然后就一秒钟以内就可以全速冲刺、啊，对啊。然后呢，这个猎豹一秒钟可以跑30公尺，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趣的是，而且是大家不晓得，是因为地球会绕行太阳，所以你即使站在这里，或是我们坐在这边不动，我们现在一秒钟移动多久？30公里。哇！我们坐在这里就已经移动30公里了。哇！这应该是要戴安全帽的情况。对。所以像这种其实不看书都不知道，可是你看就会觉得很有趣。哎，因为本来我们就绕着太阳这个转嘛，对不对？对啊。哎、啊，这个叫做公没有自转有公转，绕着太阳叫公转。对，公转嘛，对不对？我们这一我们坐在这边不动，但是因为它这个地球就30公里，对，一秒钟就30公里。骑机车到30公里就一定真的很危险了，而且是一秒钟，一秒钟，是一秒钟30。哇，一秒钟它好快哎，人家是一个小时30公里，一秒钟30，对，脸都吹歪了。对，欢迎各位呢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来看，你觉得时间什么做什么事情特别快啊？秋天好像特别有感觉，那小朋友呢对下课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呢8369-3398。听听全世界，连江县之前呢成功推动了减 C 计划，让国中教育会考呢分为 ABC 三个等级，考 C 等级的学生呢比例减少，但除了有书香，那也希望有音乐相伴。马祖总共有10所国小国中，大部分的学校呢因为学生不足只能够共聘音乐老师了。为此呢，周大观基金会和连江县教育局呢合作，募集了2手乐器。首先捐出周大观小朋友生前呢使用的小提琴，并邀请全球的音乐之工老师到马祖，教学换宿，让当地的小朋友透过音乐和国际接轨，了不起。另外，小朋友从乳牙时期就要好好保护牙齿，不要以为乳牙掉了没关系，重新长。因为90%以上的乳牙有蛀牙的小朋友，换了恒齿还是会有蛀牙的。全世界12岁的小朋友平均每个人有1.67颗的牙这个蛀牙，因为龋齿而需要拔掉或填补了啊，就1.67颗要拔掉或者要补。那台湾是多少呢？2.5颗，哇，比别人多，几乎多一颗，你知道？那牙医师工会的黄叔叔就说，现在有20个到30个国家为了保护牙齿在实验里面加氟，但他也说，除了实验里加氟有保护牙齿作用，建议还是不要直接用盐来漱口，因为颗粒太大会刮伤你的牙齿。除了这个方法之外，也可以使用含氟牙齿，哎呀，不是含氟牙膏或漱口水，同样也可以达到保护的效果。另外，
这个爸爸妈妈也尽量哈、啊、让小朋友少吃一点这个糖果，因为吃零食啊糖果口腔啊会变成酸性，容易造成蛀牙龋齿。那这样子呢，维持中性才能够保护牙齿啊。哎，这个保护牙齿真的很重要啊。这个有些人就觉得没什么关系，我不会怎么样，到最后你才就等你牙齿都坏掉了，后悔莫及。19:37，欢迎回到19小人棍，欢迎各位呢一起来跟我们来关心一秒大惊奇。我这厉害了，这是远流出版的史蒂夫·詹金斯，这个老师很厉害啊、哦，这个作者他是用这个叫做拼贴的，对，他超厉害，都是用拼贴的，他不是用画的，他不是用画的，所以超级厉害。因为像我那时候，我以前有译过他一本是甲虫的嘛，叫做《甲虫大观》，叫《甲虫之书》，然后也是每一只甲虫都贴的超漂亮，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他的原文是英文书，然后我就对编辑说：“哇，这本好漂亮，我要译这样。”所以我像这个作者的话，他其实到目前为止有出了一本叫《为什么长这样》，还有各种动物的脸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译甲虫，然后接下来第三本是这本《一秒大惊奇》，然后第四本还没有出。然后要是他那本第四本是今年出的话，就是今年译了18本书的那种感觉。那我译的是深海，就是海洋里面的动物，可是它就是在海洋里面会越潜越深，越潜越深，一直告诉你说到海底6500公里的时候有哪些东西在里面，公尺的时候有哪些东西在里面，就很有趣。都有拼贴，还有什么东西用？用纸啊，用各种纸，对不对？对，用各种纸。所以你要收集到非常多的纸，然后各种的材质，你才能够拼出这种感觉。对，它找很多纸，用很多的纸，可是它拼出来都很像，所以你还要剪，还要去撕，然后你看它其实上面有很多的动物的毛啊刺啊什么的，它通通都是用这样拼出来的。然后像很多动物的羽毛或是翅膀，它就去找那种材质的纸，然后去把它贴上去，真的很厉害耶。是啊，然后像熊的时候，它就是像用那种以前我们讲的毛边纸还是什么，你撕下来的时候它旁边会毛毛的，那就用那个去贴出来，就会自然有那个熊的毛茸茸的感觉。对，好厉害哦，就有立体的感觉。对啊，就很赞啊。这种人好特别，他都创作的概念啊、哦，而且做这种绘本，他已经不叫绘本，就做这种书，对，让小朋友看了以后很有想象力，对，对不对？然后就会很想说，哎，这个很有趣，因为要像这种书的话，就是你第一个是先被图吸引，然后再来你就开始看字嘛，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些字里面的一些知识，就是不管它是冷知识还是常识，然后都会很有趣。就像他讲完一秒，在一秒大惊奇之后，他会讲一分钟，然后讲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跟一年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让会知道说浮游真的是朝生暮死，因为他真的是生活就只有一天他就死了。哦，这时间的观念，嗯。他这样做一本书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我觉得这个一定超级久的。对啊，他是讲一个时间的书，我们看起来啊，我们有这样看哈、啊，你真的快看的话，搞不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看完。对。但是呢，这个人做这本书大概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每一个动物、每个画面都是用贴的。对啊，所以像他这种可以在其他国家可以卖出版权的话，他的那个做书的回收的成本会比较好。那像我们那种只有在台湾卖，而且卖的没有很多的话，那个你花一年做书，然后结果发现，然后你拿到了版税，会觉得说，其实我比麦当劳打工还不如。好的，这是东东姐姐夹杂了一点台湾作者的无奈。好的啊、哦，来，我来接于燕哲，于燕哲你好。喂，燕哲你好。杨哥好。旁边是谁在跟你打 pass？ 妈妈了，应该是妈妈哦。于燕哲，你告诉我，你做什么事情时间过得特别快？足球。足球。我以为足球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是他就踢起来觉得很快乐啊。嗯、你几岁？我8岁。哦，你有去参加足球课哦？现在很流行足球队。好像流行哎。嗯。小很小小的朋友就开始足球课。对对对。对不对？
应该是大家应该规定小小孩都要来看儿童剧的，对，怎么都大家都去踢足球了啊？哦，那你喜欢踢足球啊？真的吗？对。哦，你要跑不会累吗？不会啊。你有锁球门吗？有啊。你还锁球门？哇，好好玩啊！你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间过得特别快。谢谢燕子，拜拜。拜拜。今天来接小太阳，小太阳哥哥你好。Hello，Hello， 强哥好。听起来好阳光。小太阳哥哥你好。哦，对，小太，我们是小太阳哥哥，我们是台南大学戏剧系的学生。哦，那天，我叫张凯勋，我叫张毅。台南大学戏剧系，对，张凯勋，另外一位是谁？张毅，张毅啊，哦，他，我们昨天有见面嘛，对不对？对。哦，张凯勋以前也打电话进来过，对不对？没错，12年前。嗯，哦，几年前？12年前。时间多么可，他直接就告诉你时间流的，对，时间过多快啊，太残忍了。以前是小朋友，现在是大学。因为我们昨天在台南大学艺术大学有跟这些哥哥姐姐见面，原来呢他们有听过我们的节目，我们来掌声欢迎小太阳哥哥们。他，你那个时候他当时是小学啊，12年前啊，你看不得了。好的啊，你们觉得什么时间过得特别快？谈恋爱的时候过得特别快。这个实在是，这个实在是，要怎么接下去？不，接当然接得下去。当你要那个谈恋爱到后期的时候，可能时间过得特别慢。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啊，因为这两位是大哥哥了啊，谢谢你们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们听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变得这么快，像谈恋爱一样。谢谢你们，拜拜。拜拜。他们是透过网络收听的哦。啊，是吗？对对对，因为他们在台南嘛。哦，他们都在台南读书。好的，哦，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很有意思。他要花很多时间做出这个。那这些其实哈，你不要看它只是简单的字，他要收集很多的资料，对不对？对，所以他收集的这些资料，其实他一边，我觉得他其实是应该要先收集资料，然后在里面去看说他有哪一些是他比较容易呈现的，然后有很多他的一分钟做的事情，其实他不是说只有动物跟植物或是人造卫星是怎样，他有的时候讲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悚，就像在一分钟之内，全世界大概用掉59000桶原油。哎呦！然后在美国就用掉了15000桶，或者是说全世界的人喝掉了260万杯的340毫升的汽水。哎呦，喝那么多汽水，还有很多可怕的，一年之内人类要砍倒40亿棵树啊！对，你连40亿棵到底是多少都不晓得，然后可是你绝对没有种到那么多。对呀。好恐怖哦，你一年要砍掉这么多的树呢，哇，然后在一天之内印度的人口增加47000人，然后一个小时之内地球上每个人要用掉72公升的淡水耶。对，然后地球上每个人72公升，很多呢，很多啊，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没那有一个月两个月一年都没有那么多的水啊，你看看，所以我们浪费掉很多耶。哇，一小时之内，一个人平均就要用掉72公升的淡水。哇，大食蚁兽在一天之内可以舔掉30000只白蚁，说哎，好多白蚁可以吃。然后一秒之内有1500只鸡要被杀掉。用全世界来算啦。啊，真的吗？对。但我们一定也有所贡献吧？对，应该有吃到那个鸡。哇，这好可怕哦！所以说，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不是只是念过去、看过去而已。爸爸妈妈或大朋友，我们在看的时候，可以跟你旁边的年轻的或小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原来这个时间里面有这么多，让我们去惊奇，但是也让我们去反省的事情。对，因为可以看着说，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减少用掉一些资源，可以去帮忙地球的这些资源，可以让大家可以用久一点，可以存下去，这样。好的，这个非常厉害。我们要讲一下那个我们刚刚讲的一秒之内，最后跟大家一起分享。黑曼巴蛇，因为我们那个 Kobe Bryant 我们才知道这种毒蛇哈，但黑曼巴蛇一秒
可以游滑行七公尺。你要记得要讲那个蜂鸟拍翅要拍几下。当然讲，蜂鸟一秒钟可以拍50下。哇！洪奕晨要再来挑战了。洪奕晨你好。你好洪奕晨，这是第几次来挑战？第五次。加油，没有关系。对，这个别人都只能玩一次两次，你看你可以玩5次。你要这么想多开心，我都很希望我能够玩10次。当然你也不见得要玩10次了。好的，洪奕晨啊，今天家里有什么人？妈妈还有我。你们两个人，等会如果碰到困难谁上场救援？表哥。上次是不是也是表哥？对啊。上次你有用到表哥吗？有啊。有，可是他电话没有接啊。那这样就没有用到。他今天会接电话吗？应该不会吧。那这样你要用他干什么呢？对啊，你要找一个可以接电话的人。对，要找个可以帮你的人啊。没关系啊，等他应该会接的。好，也算他好有信心。对，他也算是一个自由的，轻松一点啊。对对，放轻松，我们那么紧张干嘛？大强、中强、小强，你要哪个题组？中强好了。哎，真的、啊，你要中强啊？好吧，你确定要中强？要不要换一个？那边强的，然后中的。什么强的？是不是中的？我觉得大强、中强、小强跟题目的难易应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中强，你还是要中强？好吧。好的，来，我点一下笔，妈妈。洪奕晨。要。全家来挑战。讲的题目很长，所以我本来想希望你换掉。但是你仔细听好，日本宫崎骏爷爷的动画作品像 Totoro 还有天空之城、魔女宅急便都是陪着许多人长大的共同回忆。要请问大家的是，在宫崎骏爷爷的神隐少女这部作品当中，主角千寻在白龙的陪伴下跑去猪圈，对变成猪的爸爸妈妈叮咛了哪一句话？一，要多吃一点，别饿着了。二，不能吃太胖，会被杀掉哦。三，吃完饭要记得刷牙。四，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的影子还出现在我梦中，但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看吧的，看吧的，对，他这个实在是太长。二，不能吃太胖，会被杀掉哦。第二题啊，还是跟动物有关的。刚刚是猪嘛，现在就讲别的。说到动物，强哥曾经率领如果荣剧团拍摄过一部电影啊，儿童电视电影《小岛大象》。请问这当中的大象其实指的是什么呢？一，一个大象造型的溜滑梯。二，一个绰号叫大象的小女孩。三，这是个日本人的名字，他就叫做小岛大象。四，小岛大象是一头生活在南美洲厄瓜多海岸外的平塔岛上和平塔岛亚种加拉帕戈象龟是好朋友的非洲象。看吧的，看吧的，我一的时候河马，请作答。二，一个绰号叫大象的小女孩。你确定吗？要不要问一下表哥好了？到底是什么啊？看吧的，看吧的，看吧的，是。你确定吗？确定。确定。好。小岛大象是一头生活在南美洲厄瓜多海岸平塔岛上和平塔岛亚种加拉帕戈象龟是好朋友的非洲象。没有关系，其实我们这个电视电影啊，收视率也没有那么好啊，就不能怪你。这是一个大象造型的溜滑梯，那个我知道。真的吗？你有看过哈？对，好的。我看的不是你们家的戏，其实我看的是真的是那个的溜滑梯。对对对，好的，一晨不要难过，这是挑战第六次。对对，这个题目是稍微难了一点，别难过，好不好？你就不想找你的表哥就对了。OK， 来一晨。下次再来挑战，好不好？好。你怎么又听起来有点？那当然是很哀怨呢。不要那么哀怨，唱首祝福歌吧。你选择的祝福歌曲是什么？好。什么祝福歌？台北的天空。为什么选择这首歌？献给妈妈的，因为她非常喜欢听。每次我开电脑，她一定要叫我播这一首。妈妈喜欢这首歌，看样子东东姐姐好像也蛮喜欢的。
台北的天空，那种出国留学的时候，出国念书当然就是要听那个啊。真的哦。真的啊，哦、还会唱。嗯、真的哦，好。你看看这个时间，一听到一首歌，咻一下回到他出国的那个时候，这真的是一秒大惊奇呢。我们还是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很有意思啊，你所不知道的时间小百科，一秒大惊奇。我们特别谢谢东东姐姐，我们东盖先来跟我们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我们觉得生活中就多个一些这些又有知识但有感情的故事。谢谢侯玉成，谢谢洪妈妈，谢谢东东姐姐，谢谢，祝福各位，跟各位说拜拜，拜拜。只愿和你度过，风也曾温暖，雨也曾轻柔，这世界又好像充满伤心的阳光。我走过异乡，我走过沧桑，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想的脚